从有暖发出身气候变迁，极端天气给人跟上台发。我本在会发现的世界，体育线的沙气做得继续提供救援。农委会水土保持局对这把空气也是开始推动自主防灾的沙气逆点浪，就透过专业团队天数提升沙气的防灾地点。沙气期间也透过自主训练等方式，创造合乎采体的防灾机制。民国八十八年嘅九年热带气候同九十年嘅那里风采破坏园林发展村嘅生态，按多年来同经过水土保持局嘅各项建设工程了后，人们嘅发展村利用体育界嘉宾文化同发展期间历史条风气结合，同部分嘉宾力选拿来做总督嘅自主风采基金，创了一个滚石咖啡的品牌，从土石流跟滚石咖啡看起来的意象也非常的相当好，打算因为滚石咖啡品牌的推出以后拿出一部分的那个经费给自主防灾，自己来安排，自己来买一些设备。水土保持局投资百公顷盐推动自主防灾社区二点零计划，本国总头做自家嘅贴身，做出合乎采体市区嘅自主防灾机制，希望强化体制性嘅防灾能力。出身特别嘅航班总经理，比如全台办二十五届有自家自主防灾社区，其中对客总来届就有十几届，高雄闽南嘅福安里就透过实际检验，强化居民嘅防灾意识。水都一天的量的时间，俺都带一个俺那个编组的出来都不会顺，有需要的，那家入水带着，俺都马上都同步出去。俺本来里面有个生发过多，一个这个唔会入到水，有水嘅地方，它都在防灾的一种作用啊呢。那自主防灾社区，我们除了去组织它整个的这个组织的结的组成，我们也参与，我们让我们的土石流防灾专员参与其中，让他们这个社区里面的自主的能力能够提升，知道说这个社区里面哪边是危险的，哪边是安全的。透过自主防灾社区的推广，本社区卡团结，要提升社区防灾嘅应变能力。水土保持局咪讲，未来会对社区抗台岛非政府组织社区企业带头，强化参加社区防灾带头演练，每结合资源提升协批同社区嘅自主防灾能力。卡个新闻网今天留言片特别报道。